阿王诺布帕姆果然实现他的诺言。阿王诺布帕姆盛世宣告，金刚亥姆阿王诺布帕姆在报刊发表文章，这还是第一次。曾经有高僧及大佬级国际人物请求他发表文章，他老人家说他没有时间写文章发表，他要造论著。今天我们能有这篇文章，实在是太难得的佛宝。阿王诺布帕姆说，要我为哪一个活佛、法师或某种事情写一篇文章发表，那实在是没有过的事情。美国密宗总会聘请我做首席名誉主席、最高全权总导师，同时多杰洛桑法王、十七世格玛巴法王正式申请加入，成为顾问团成员。总会要求我为多杰洛桑、格玛巴和洛桑珍珠提几句勉励的话，我也没有提。但今天我决定不是提词，而是要写几句宣告。这一次，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协同国际间一些诸山行者，共研协政之举，我本人未能出席，皆因缘起事实所牵，特表歉意。此次盛会圆满吉祥，是故为众生福报使然所致。于此末法时代，圣法难彰，魔妖乱世乃观为常。就我堂堂帕姆在世，竟然台湾有业障之流谤此世界无我之说。若无我身在世，又怎接世界87所大学之钻石王冠？若无我为实，又怎能为郑正煌居士王父神通化迁万里云山之外？真空妙有其肺甘然，如子何知矣？故所以妖魔所惑，狂乱汝等道心，可怜之灾极度。何况云高大师一代大圣巨匠，怎能不招魔妖谤乱呢？为是因缘，我将实与郑宣儒等。云高大师实乃法界如来正法之首，若与养恶一息诺布法王道量平之，何其左右之差矣！因为分别之见也。若与多杰洛桑、达赖、十七世格玛巴量之，而三人望云高大师之辈而不接其相，况乎夫焉小者号称大法师之流，五名不接其二三，显密何达其半位，量尽未圆其无碍。此说亦为大会戒证为实，岂可非议？我虽然没有出席此次大会，但为了证明大会之正确殊胜圆满性，我个人将送给大会一份礼物。我决定开一个圣音法会，我会加持恭请佛陀于虚空天降甘露，穿波而入，加持众生为证。届时有国际佛教机构的知名领导人、高僧现场跪拜观礼，持诵楞严、大悲等咒，随之口称伟大奇哉，不可思议，我佛加披，巍巍现前，正法之举，报章可见。这就是我的礼品和要宣告的。转载自89年5月17日《世界论坛报》、《金门晚报》、《中时晚报》、《自立晚报》、5月20日《亚洲日报》、《新泰日报》、《金华中原联合日报》、5月22日《新中原报》、《众生日报》。云中出现了佛祖，竟然成了事实。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最近在佛法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在佛教界，从古代的传说和佛经的记载，都说到有佛、菩萨和罗汉。佛是无所不能的，菩萨可以神通变化，罗汉亦非神仙之类能比。但是，真的有佛、菩萨和罗汉吗？可以
说没有人真正的见到过。于是，在人们心目之中，这一传言已经成为一串幻化性的猜测。但是，尽管没有人见到过，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六月初八这一天，在雪山金刚菩提院上空，一位穿着红袍、脚踩云彩莲花上的佛祖，竟然在空中大放红光，降下了真正的甘露。在场的高僧们亲眼目睹，只有念佛赞叹，品尝甘露味美无穷。这竟然是铁的事实。同时，在场的高僧们均是国际间一流的大和尚。佛教界说，他们都是菩萨化现转世人间，多生累劫修来无量的道行，如人们称之为显宗精神大导师，世界佛教僧协会的主席悟明大长老，如洛桑珍珠为汉人在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第一位汉人格西，如一朝老和尚是虚云老和尚的接法传人，如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的龙慧导师，道德高超的波迪温图仁波切，以及能伸出舍利的国师级高僧广兴大法师，他们都是一代高僧，亲自在现场迎接甘露。此次甘露是由金刚亥母阿王诺布帕姆发愿，由这个世界上唯一最高的佛教总领袖仰恶一心诺布法界大法王亲自主持，他是掌管密宗、统领显宗的最高统帅。空中的佛祖就是他请来降甘露的。这位法王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不收供养，也不收弟子，修完法后就飘然到雪山中去了。而悟明大长老在甘露法会上摇身一变成为两个脸面的菩萨像，洛桑珍珠化身出金刚手臂像，龙慧导师现头顶光，波迪温图出鱼茄之像，觉慧、妙音、龙智得圣乐境，这些大师们均是再来人。围观者数十位高僧大德，个个均是道行超卓。他们说，能引请佛陀降甘露下来的，在历史上确实甚少。只有佛陀或最大的大菩萨，方有此等道量功夫。但是今天阿王诺布帕姆和仰恶一心诺布大法王，他们拿出这个高超本领，在这百年来，首次给人类、给佛教彻底证实了佛法是真真实实的。这一铁的事实写下了佛教历史的篇章，证明了佛教的伟大性是宏深广远、不可磨灭的。一位大和尚说，这并不只是空谈禅机，无相法身，而在法身无相的基础上，却有爆化尽显之正量。难怪仰恶一心诺布大法王的弟子多杰洛桑、藏密宁玛老法王95岁鹤发童颜，能身轻如燕，奔走如飞，数月不失，腾空飞行，无所不能。但是他们却个个是高人不染尘世，与那些世法喇嘛法王的正量完全天差地别。他们青山为伴，白云为客，有缘则度，无缘无踪。名利金钱视如粪土，黄金白玉概不收功。阿王诺布帕姆果然实现他的诺言。世界佛教僧协会主席显宗僧王悟明大师随同享誉全世界汉人的唯一大格西，美国密宗佛教总会主席洛桑珍珠大活佛和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龙慧导师，以及虚云老和尚的接法继承人一朝老和尚，国师级的高僧广兴大法师，西藏转世在美国的波迪温图仁波切等高僧大德，昨日参加了一场举世的佛法圣音大法会。这场法会
是由阿王诺布帕姆发愿为台湾圆山饭店所举行的世纪性盛大国际佛教的政协研讨会定论为正确性而作证。阿王诺布帕姆说，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的这一次大会是正确的定论，因此他要修一个圣婴大法会赠送给这一次会议。他决定他将加持请佛陀于虚空降下甘露，来印证他说的话是真实正确的。此次法会是由当今世界最高的密宗和显宗总持大法王仰鄂义西诺布老人家亲自主持，显宗最高精神领袖悟明大师亲自以净水洗衣钵，将衣钵洗完后带同高僧们坐在离仰鄂法王几十米的地方，空钵盖上，大法王坐在法台上宣说：今天各位高僧都以各自的修持念咒、大悲咒、楞严咒、心经、金刚经都可以，只要是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的正宗佛法就行了，但不要邪教邪法。过半个小时左右，果然佛陀从天空降下红光，耀眼夺目，直下衣钵，长寿佛陀于空中施下甘露，甘露穿透紫金钵盖，安然降在衣钵中了，钵外一点也没有降。这时高僧们将衣钵揭开一看，银白细如毫丝的甘露展现在眼前，大家此时只有异口同声的阿弥陀佛和南无观世音菩萨的一片声音，果然真实佛法在人间，彻底证实了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会召集全世界高僧们开佛法大会的决议是正确无误的，实现了帕姆公开于报上宣布的诺言，更加证明了在这个人类世界，如果是真佛法，佛陀会来降下甘露的。甘露经念咒化现为琼浆玉液，甘香无比，味美无穷，高僧们沾受生生法意，悟明大师十分慈悲，为他的弟子们分得了加上八面的甘露。洛桑珍珠格西、一朝老和尚、广兴大法师、龙慧导师、波迪温图仁波切亦各自取得。与此同时，大法王还借此法缘举行了盛大的超度法会，将天人、人非人等悉皆聚集，化为黄蜂盘绕虚空几十万之多，大家在现场都亲眼目睹，而法王宣布只要十分钟不到将把他们超度离开坛城。果然在短暂的加持几分钟之内，这些各类化现众生纷纷离开，有的转世投胎，有的往生极乐等等诸地，体现了如来正法在历史的又一空前盛举，证明了伟大的释迦牟尼佛陀及莲花生大士等等之一切盛大菩萨的威力及佛法确实是存在的，而不是理论性的。理论性的确实不是佛法，而是佛学。真正的佛法是要讲实际的、兑现的。这一次的法会是为众生做出了功德无量圆满的成功。